还蛮希望这里可以赢的。来玩刺客吧。看拿不拿到啊，拿不到哦。哇，良心的。他晒到一个防爆装，以及啊，
哦，两个机器人哦。还好那个治疗没有造成太多影响。哪个番区好过年？一点呢？我要合火炮吗？我感觉要再更强一点啊！这三个刺客都弱跟渣一样。六等其实可以塞啊。我要五等而已，我要全部都几乎全部都两星。这个龙女有点恐怖。好炸啊！恶魔节啊！干！好像打得赢啊，好像我现在四虚空其实不错啦，反正打不打赢啊，我其实不确定。哦，是我，你可以给我一把大剑吗？拜托。干哦，没事。阿卡丽还两星，阿卡丽怎么两星了？22，下一轮升级。先升级，我们上四五豆吧，然后闪。啊，我错过那个。把这只换下来。干，直接炸开！遇到元素直接炸开。看，我应该要把武斗弃掉换刺客吗？这样其实减一，对不对？或者舍弃四虚空，装备还是有点不给力啊！这只搞不好应该把装备给他，可能要转移装备。阿卡丽来了，
GG。转一下吧。攻速超快尼可邦本来还是想要给他巨人杀手还要给他巨人杀手吧应该还是要给巨人杀手如果可以的话完全没有人在抓瑞文跳走干完蛋了我还活着吗戳跳走OK OK 憨憨没事的憨憨你可以的应该啦很赞燃烧吗可能是这个燃烧好了吗啊燃烧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给他应该还是给他啦Oh shit! 还是有些人把他 CC 了。攻速，他是拿到什么？哦，那有点危险，其实。这给科科啊
OK，OK。其实我有点怕西风吧，那西风还是在啊。看西风是不是会吹这个，没有，还是吹这两个。快跳啊，妈！他人呢、欸？在这。我要干嘛、啊？我要升级吗？上一个骑游侠吧。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游侠，再找一个游侠，让他攻速更快一点、啊、有机会更快一点。我们应该会想找镜爪、啊，还是镜爪比较强、啊。他应该死了，来，四虚空六次，各位兄弟们，自然之力还是蛮好的，因为自然之力就让我们提前到提前八人口，差蛮多了。